利奇九年马主明星顺利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十场赛事三班千四米，准备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見應聲彈出咧，見到中間耀風泰啦、誠信寶區啦，咁啊再內欄位置起滑噶，中間紅帽仔白衫，仲有貝利奇啦、至尊飛星啊、黑帽嗰只啊，呢五隻馬喺前面先，再後邊嘅馬內欄馬朱明星，中間咧仲有風衣足食好易揾真彩啊，出邊有隻聖象啊，後邊嗰四隻馬咧有呢只威武福星海南一號啊，暫時墊後一隊，有呢只咧就兵工廠同埋孫子兵兵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一千米段轉轉呢個香港太學院灣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就誠信寶區中。中間內欄就係起滑啊，後邊第三位嘅馬有耀風泰啊，再喺內欄就係呢只貝利奇紅帽仔白衫噶啦，喺外邊啊勝仗，中間啊至尊飛星啊，再後邊嗰陣咧先見到好易揾啦真彩啦，內欄就馬主明星啊黃衫黃帽嘅，再後邊有風衣足食啊，尾四嗰一對咧有威武福星海南一號啊，包咗落尾嘅馬有兵工廠同埋孫子兵兵嚟噶，好啦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誠信寶區白鼻箍嗰只啊，內欄位置有起滑嘅，再見到中間貝利奇擺正唐太追噶啦。咁啊，後邊嘅馬咧，咁啊，亦都見到中間至尊飛星啊，外邊騎上嚟有好易揾啊，最出就係海南一號嘅，鬥到嚟最後百零米啦，貝利奇紅帽嘅埋邊鬥緊就係誠信寶區啊，再見到外邊咧就係呢個海南一號追緊啊，中檔位置咧仲有至尊飛星，最後百零米貝利奇已經係脱穎而出啊，外邊得只海南一號飛咁上嚟啊，接近終點要影相啊，海南一號同埋呢只咧就貝利奇係相當接近啊，最後一百米、五十米、三十米都係呢只貝利奇已經係突圍而出。但是外面呢，咁啊呢只海南一号啊，哇，踏着咗个摩打一路飙上嚟啊！终点前一步咧，睇嚟海南一号赢埋添。第三咧就诚信宝区啊！哇，真系同你分咗个骑师王去啊啦！海南一号，你讲啱啊，蹬一蹬佢嘛，蹬埋翻，系佢 win 啫嘛，咪买个 win 咪得咯，系咪先？跑第二就系呢一只贝利奇，十九倍啊！第三咧。誠信寶區第四咧，至尊飛星四百十一十二。咁樣追到啊，八寶啊，又係你，食到喉嚨叮啦噃，又係潘頓嚟咯。好嘢啊，馬仔細細啊，孭住咁重磅都追到上嚟。所以改翻佢之前嘅跑法，寧願咁樣 hold 住嚟追啊。点输俾你？食到个口噶，睇下点跑十档锁啊！一起步同你锁，跟住系啦，顺跟呢啲人为慢少少仲好，因为可以俾佢摄得靓位，唔使好似嗰啲至尊飞星啊嗰啲啊斩搞。拍宝都冇错啦，红帽仔白衫，咪攞住啲生位先啦，就望住前面至尊飞星，我都唔埋入边噶啦，唔埋啊，费事啊，你可能会塞噶，咪 hold 住呢个二碟先。結果就好易揾啊，零零丁丁咁啊走咗喺出面。咁啊呢度走走下，走到內欄冇計啦，因為你啱啱轉彎啊嘛，轉彎嘅時候有啲馬會一路壓翻你入去噶嘛。好啦，好易揾咧就 outside， 但系 outside 得嚟咧，咁佢都有前面嘅勝仗誒擋住噃。咁啊海南一號咧就尾三嘅。風衣足食喺佢前面，轉彎已經走咗出去啦，風衣足食嚇。谂住你仲唔系移出去攞位？喂，唔系喎，无师二话你成日话我出去，我唔出啊呢场，出到三搭啊匿埋喺个马林后边喎。系睇下可以开边啊，海南一号。啊呢个位今日冇马赢过喎，喺 A 跑道今日喎。嗯，即刻再转边。系啊，一轻轻就转边，哇！咪打得好犀利啊！反而拍宝就冇打得咁犀利添，系咪有少少轻敌咗咧？分段時間頭段13秒47，第二段21秒91，第三段13秒24，末段23秒22，總時間1分21秒84嘅，咁啊都快咗成九線㗎。